那这是准备做一个机构的动画需求，就是一个把手带动一个圆盘，当然现在那个把手应该放在另一面，或者是把手要再做外面一点，应该说放在另一面，因为会跟这根或者连杆要放在后面，反正现在会打架，不过不管，等一下我们只是要看它的呈现结果。那这种一个圆盘带动一个连杆，然后这一边只能平行滑动的 sliding 的这种。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活塞的有压连杆动画。那这种方式呢，可以用 rigging 的方式达成。可以用 rigging 的方式达成，就是一根骨架，然后 locate 的方式达成。单位呢，我这边为了要算那个旋转轴心的位置呢，所以我们采取另一个方式。如果你会找资料，其实呢，用 Max，你要习惯于找资料。网络上已经有人写好了这种。工具，你只要下载点 MS，直接拖曳到画面里面，关掉，再来一次，直接拖曳，它就会执行这个Max Grip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开始 Pick Master，Pick Crank，然后 Crank Pin，以及 Piston Pin，然后 Setup，好，OK，那它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接着我只要转这个地方。这个轴心，你就会看到这一头是一个平转平衡平很平的动画。好，那我把它变成立体可视的状态下呢，就是把 link 到 crank 好，然后把手再 link 上去。当然现在把手不是带动物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做成机构，用螺丝锁起来，把手就是带动物，就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。接着连杆呢？连杆要跟着这边，连杆跟着这边，然后 animation constraint look at constraint 看着这个 crank 好，那找一下 up 的轴向，应该不是 up，应该是 look at 找一下，这个轴没有错，但是我需要。OK，这个方向好，那我们再转转看 crank，有了，好，那但是因为我那个 pivot 的位置都在正中心，所以它现在被吸过去，再跟这个叠在一起了，好，跟这个叠在一起，那这不是问题，因为我这个的处设定上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改成负点五，就会凸出来，可以看到。你要看到的效果那个不重要，我现在只是要看那个呈现表现而已。好，那如果实际上的机构需求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因为现在是用程式锁定这个水平移动，跟你在真正锁定结构的时候，这里一定会有一个需要一个滑动的轨迹。好，那这滑动轨迹是不是滑到那里也还不确定，因为我没有设，还没有计算那个长度，所以我这边要先做一下。我这圆盘这里是30公分啊，直径30公分，半径是15。那这个点的位置是在位移看一下，12、12、12、24，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可以移动24，移动24。那目前的这一个。的设定上面呢，从这里到24应该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需要先再做一个 taper，我们要算出正确的数值。OK，24要到这，我是在看这里，看这个地方，所以回来编辑这个滑轨，那这个现在呢都是。我随时可以回程线架构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向量图送出去因为准备要进雷切机，好，OK，那这边呢就可以做位移，也这个 pivot 都是锁定 pivot 对应下来，所以这边就是24的位置，好，那这个呢就是要指向的轴向，OK，好。那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成，运动联动的锁定的结构。好，那还没有完的是，
当然，实际上这是用螺丝锁住，这个东西是用螺丝锁住。那应该是说它还要再往前一格，这个还要再扩充一点，还要再算一下，因为它其实要两个，后面要两个螺丝啊，就是水平两个轨道，一个锁这个，一个锁那个，然后它带动它这个才不会垂下去。或者在这边，应该说。我把它直接做成那个感觉，这样。那这里两个之间还要有一个锁住的结构，然后同时都依附在这个轨道。那这边的距离是一二三四，所以这边要到28。好，会撞到。好，说到尾巴，那这我现在是看这个这一头，再把这个往前推。对，养成计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制作习惯哈，就是养成计算习惯。那我现在只是要在预览哈，所以我先简单做个小动画，把这个弄成 Ctrl 加滑鼠右键，我可以拖 End 这一段三四，Auto Key 打开，然后我要线性的旋转，那把这一个。OK，旋转，那锁角度打开，转个360度，那就会得到这个效果。先不要管那个，摇杆会撞到它这件事这里，因为实际做的时候，那个这个都应该要藏在后面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应该要被带的移动。所以在 link，那实际用当然是做个铁片锁在这里啦。看一下它的位置，应该贴着。好，OK，那这个呢，link 在这个 pin 这边。好，然后一样，它也是一样的 animation。在动画里面，好，look at constraint，看着这里，好，那 flip，找一下方向，OK，没关系，反正这是一处，好，可以看到了，好，那现在动画应该就会形成，看一下，好，有一个，这个是要去修正这个的方向。它的 look at，没有对，OK，look at 不能看这个，修正一下它 look at 的方向，它要维持水平。好，维持水平其实还有几个，一个方式啊，是在这边 lock 住，锁住它的旋转，就是不让它做。旋转倾向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 look at 要换看的东西。应该看这个 master 就可以了。它有位移，所以这边还要再确认一下几个东西。好，实际上做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状况。只是我现在因为锁在因为 link 的关系，所以它会错开一点点位置。那还有解决方法。好，那没关系啊。原则上机构上的正形式应该是正确的，好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其实这个 pivot 要对应在这个地方，好，
OK，搞定。好，那这种动画就完成了。好，我只要转那个把手，实际上的运作状态就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OK，那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，会找资源，然后如果你找到这种资源，要怎么让它可见？还有一些遇到串的时候，有一些小小的显示上的怎么接起来？